中移动跌$1，中海油升$0，南方恒生科技跌$0.04。再睇其他主要蓝筹股嘅表现，汇丰控股跌$1，友邦保险跌$0.09，中移动跌$1，港交所跌$0.02，香港中华煤气跌$0.04。恒生科技指数报3711点，跌43点。内地股市，上证综合指数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升2点。其他消息，美国总统拜登嘅首任特希望降低含拥有枪械案，被裁定3项罪名全部成立，系第一次有美国现任总统嘅仔女被裁定有罪。声明话对于审讯结果感到失望。陪审团退庭商议大约3个钟头之后，星期二达成裁决。裁定54岁嘅亨特喺2018年买枪填写表格嘅时候，隐瞒吸毒或者使用非法药物，同埋经常持有枪械11日等3项罪名全部成立，最高可以判囚25年同埋罚款70万。今日猛烈攻击之后，加沙中部冇错系入侵物业。在外界以为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由美国提出的停火决议为加沙带来曙光之际，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星期二发联合声明，话已经向有份斡旋停火的卡塔尔和埃及提交对该决议的回应，强调他们将巴勒斯坦人的利益放在首位，认为以色列的上次大屠杀加沙的持续性。收到哈马斯的回应，认为哈马斯实质是拒绝接受停火决议，而美方亦都说正在就哈马斯的表态进行评估。正在到出访中东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早前曾经说，哈马斯的表态必须以据报正藏身在加沙南部地道里面的哈马斯领袖新亚尔作准。美国《华尔街日报》获得新亚尔近几个月的立场。Yan lang isang buong orange guys. That's all for today's vlog. Thank you for watching.